日本去那个看一看热水澡。那这来这这在工地啊？不是没有，他会不会把我家里带来给他？你变机器不进对的。喂喂喂，好，反正基本上我重开了，反正还是这个颜色还是怪怪，所以可能要把上面那个拿来敲一敲才会正常。不要再屌他了，来，所以接下来哦，我们就继续吧，是不是？好，刚刚同学问到说，哎，三跟四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三跟四的差别啊，基本上第三个啊，第三个的差别跟第四个的差别在于。第三个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个东西拿来跟你比，你会找一个 BK 出来，然后跟他比较。所以通常取这个，但是不见得一定取它哈、啊，就是通常告诉你说，通常取等比数列或是取 P 级数跟它比大小。但是最后面这一个呢，第四个这一个呢，是他根本没有另外东西可以跟他比，他只好自己跟自己比。所以呢，他就用 AK 加一跟 AK 啊自己比一比啊，比出来的答案呢、啊，看看对不对。啊，另外右边那个也是一样哈，开根号那个也是一样，也是透过比较的方式啊，去比一个，他透过自己开 K 次方之后，看看有没有是一个很像一个等比数列啊，如果有，好，那 OK， 那就可以变成一个，他就可以变成一个那个等比数列，然后就收列这样子。好，如果那公比小于一啦，好，他就会收列。好，所以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AK 啊，等于三的 K 次方。
分之 k 的三次方 ，OK， 像这样这个数列啊，基本上如果你要找另外等比级数跟它比，好像你也很难比，哦，不见得好比啦，因为首先这个东西 a k 啊等于3的 k 次方分之一，你要找3的 k 次方吗？好像不太对，因为它会比3的 k 次方分之一来的大，因为它上分子还有 k 三方嘛，所以基本上好像不是它，对不对？哦，你要比。理论上好像要比的话，还是可以比得出来，应该好像理论上应该要比2的 k 次方就对了啊，可以比得出这个答案的，2的 k 次方啊，啊，如果你用2的 k 次方去比，搞不好可以比得出这个答案的，好，不过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这个地方呢，我可以透过直接这个方式啊，把这个答案算出来啊，就是我透过计算一下 k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什么东西会变什么样子呢？就是。如果它的下一项是 k 加1的3次方除上3的 k 加1次方，跟原来这一项来比一下呢，会比出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把它两项之后的比值啊，把它拿来算一算，会比出什么东西来呢？会一个像这样的式子。分母啊是3的一次方。哦，因为3的 k 次方啊被除掉了，那分子呢，分母呢，还有这个，哦，它还有 k 的3次方，然后还有一个 k 加1的3次方，那，啊，你这个拿来比一比之后呢， k 趋近无限大之后会变多少？三分之一，那，啊，这个东西是比一小的，对不对？所以它可以证明说，哎，这样一个数列啊，到 k 很大的时候啊，它基本上很像一个等比数列，而且这个等比数列呢的公比是三分之一，所以基本上跟你讲说它会收敛，所以，哦，这个嘛 ，k 从一开始到无限大的 ak， 它这个东西呢，它是收敛的。哎，好啦，那接下来下面那个呢 ，k 三方。啊，三的 k 次方除以 k 的阶乘呢 ？OK， 哦，啊，这东西有什么检查它收不收敛？哦，你又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比的，对不对？所以只好我们再来一次，哦，你要去看它 k 趋近无限大的 ak 加一，啊，除上 ak， 就是我看它两项之间的比值，啊，这个比值呢，就变像这样，分子是3的 k 加一次方。然后就是 k 加1的阶乘，那，啊，分母呢是3的 k 次方除上 k 的阶乘，啊，所以等一下算出来之后呢，只剩下分子剩下3，好，啊，然后分母剩下 k 加1，这样 OK 吗？哎，我刚上面漏了一个，对不对？如果等于的话，也是收敛的，所以等一下啊，你就把它算一算之后，这个答案 k 加一分之三啊 ，k 加一分之三，基本上它的公比啊，哦，比一还来的小，对不对？比一个啊，应该不说比一还来小，比一个就趋近于零的了，哦，所以这个答案等于零。OK， 啊，所以这个答案收不收敛？啊，也收敛，所以啊 ，k 从一开始到无限大的 ak 呢，它也是 converge 的。哦，基本上它已经是一个一定要收敛的数列了，因为你可以它小于零之后，你就可以让它那个小于二分之一啊，小二分之一，你就拿个二分之一去跟它比就好了。好啦，那如果像这个呢 ，k 阶 k 的 k 次方呢，啊，像这一种呢，大致上的比的方式还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哈，所以你一样就是 k 加一 k， 然后这边就是 k 加一的阶乘，然后就勇敢的给它 k 的 k 次方，然后 k 的阶乘，哎 ，k 加一 k 加一 k 加一对。对，是的，是的。好，这个 bug 到这里之后，
啊，没有答案，不是 bug 啦，这不是 bug 啊，对，这不是 bug 啊，所以到这里之后呢，你会剩下什么？又要开始计算 limit k 趋近无限大啊，然后你分子分母约掉之后呢，应该只剩下 k 加一吧？那分母呢，会有一个 k 加一的 k 次方加一次方，然后呢，分子会有一个 k 的 k 次方，哇，这是。看起来就是很复杂式子啊，对不对？因为老师自己也觉得很复杂。来，所以呢，然后你再把那个 k 加一啊，再把它约掉一个。好，因为这里还有 k 加一，你可以约掉它一个。那约掉一个之后呢，就是一个令人觉得非常复杂的式子 ，k 趋近无限大 ，k 的 k 次方，然后。k 加一也是 k 次方，这什么式子啊？OK， 啊，到这里的时候怎么办？趋近于一，一二三四的一，真的吗？啊，我们来看一下趋近于什么？啊，当我要算它趋近于什么的时候，居然电脑宕机了。耶、yeah, ，好，哎、欸。马上走！没有，是我按了，把它按关机了，然后我也恢复正常。我也觉得是一吼，但是我觉得好像是这个答案。你把分子分母啊，同时啊，给它除上 k 的 k 次方之后，就会变成一嘛。然后你把它 k 的 k 次方除进去的时候，好像是这个答案 ，OK 吗？就是把分子分母的 k 通通把它除进去。哎，这个式子有没有见过？好吧，这个式子见过了哈。哎，这个式子是 a b c d e 的一，所以答案等于一分之一。OK， 哦，虽然是一啦，还是一。哦，一分之一呢？基本上比一来的小，这样对吧？对，所以基本上一分之一比一来的小啊。OK， 所以啊，会不会收敛？会，所以它收敛啦、啊。所以这个嘛 ，AK 啊，可以从一到无限大，这个东西就是收敛啦、啊。那 OK 吗？哦，反正你只要能够算得出来这个答案哦，比一小哦。零啊，可以等于零啊，哈，大于零，哈，所以大于等于零，它就会收敛啦、啊。啊，我如果往下这一个呢，哦，还有这么多个、哦，可能会算到死这样，所以基本上接下来下面还有它，对不对？那就一样啊。哦，因为这例子太多了，反正这个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比较方式，哦，所以太常用了，所以基本上呢。必考，嗯，好像也是这样子的。A K 加一除上 A K 之后呢，搞不好下礼拜就考，对不对？哎，这礼拜是要考那个啊，复习考，对不对？哇，写错了，要写在分子，再高上去一点，阶乘，然后 K 加一。阶乘在平方，然后下面是二 k 的阶乘，然后这边是 k 阶的平方。好了，这个时候啊，就牵扯到你的对这个东西的认识有多少，对不对？好了，请问，那通常哦，应该是分子跟分子，分子对分子除了，分母对分母除了哦，分子对分子，啊，你两个比较一下呢？你就会发现啊，你分子跟分子除完之后啊，还剩下两项，因为 2K 阶乘跟 2K 加2阶乘呢，多了两项跑出来，哪两项呢？多了 2K 加1跟 2K 加2 OK， 好，那分母跟分母一比了之后呢 ，K 加1阶乘的平方，然后比上 K 阶乘的平方，请问它多了哪两项？对不对？
多了 k 加一嘛，然后再平方嘛，这样 OK？ 好 ，OK 完之后，这答案等于四，啊，这比一大，所以啊，西格玛 AK 呢，可以从一到无限大呢，就是diverge的。好，所有刚刚上面那些式子，把分子分母倒过来，都可以再考你一次。因为分子分母一只要一倒过来之后呢，就是发散边收敛，收敛边发散，OK 吗？啊，所以分子分母只要倒过来啊，你不要只要看到这个就觉得啊，看到 K 阶跟 K 阶平方就发现它是发散还是收敛哦，啊，至少你还是检查一下，因为它只要把分子分母倒过来就是一个新的考题，对吧？所以老师如果说要偷偷改一下下，对不对？啊，就改这样啊，分子分母倒过来啊，一模一样的题目啊，对不对？啊，这样最好。来，好，啊，所以在这个哦，同样这个问题啊 ，AK 等于这个东西啊，你有办法透过刚刚那个方式检验出它收不收敛？啊，就一样，哦 ，limit k 取景无限大，对不对？然后就 k， 哇，真是复杂。然后你就会有什么 k 加一的 k 加一次方，然后二的 k 次方 ，k 加一次方，然后呢，这就是 k 的 k 次方分之二的 k 次方，啊，所以你就继续算啊，这 k 趋近无限大，对不对？啊，这是什么二嘛？啊，然后接下来你又再度看到了，再度看到了。k 的 k 次方，然后这是 k 加一的 k 加一次方，对不对？然后你只要看到这个式子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哦，就是它还是可以做的。记得把分子分母的那个 k 啊，把它除掉啊，所以基本上还要记得要抽出一个 k 加一。啊，这个答案就会再度变成一加上 k 分之一的 k 次方 ，OK 吗？好啊，反正这个式子你还是可以一样可以检定它到底有没有收敛啊。OK， 啊，等一下你就它的左边趋近一分之二，右边趋近于零，然后所以答案都是零，那就出来了。OK， 但是基本上哦，不要弄到这么复杂啦，因为另外一个还记得有一个开 k 次方的吗？对不对？你就直接看这个好像比较快一点的哈，这个你就会发现这个答案等于什么 ？k 分之二，啊，答案等于零，好，收敛，耶、yeah, ，就不用像刚刚上面那式弄的那么复杂哦，因为你只要看到分子分母里面的那个未知数啊 ，k 都在分子的啊 ，k 都在指数的地方的时候，哦，你用那个刚那个 root test 啊，就是这种开根号，哦，会比较简单。哦，举例来说，像下面这个式子就是一样的。这个式子啊，如果你等一下用那个什么 k 加一、k 加二，把 k 加一跟 k 拿来除，你会发现除出来式子超复杂。哦、不信可以除，大家可以自己除除看。不信大家可以自己除除看。好、哦，但是呢，如果你用刚刚那个式子啊，哈、哦，你用这个 k 趋近无限大，你用 a k 的 k 分之一啊，哈、哦，你会比较简单一点啊。它就会是 k 加一，好啊，因为你开了 k 次方之后，上面只剩下 k， 啊，然后呢，你又把分子分母那个 k 啊，再把它除掉之后 ，k 趋近无限大，分子分母除以 k 呢，就会变成一加上 k 分之一的 k 次方，所以这答案就会变成一分之一小于一。好，所以啊，你就会发现它收敛啦 ，AK， 好，好啦，反正我把课本上基本上有交代过的，我们都交代了一次了，哦，大致上 ，OK， 哦，所以光要检查这个东西收不收敛啊，对大家来讲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但是没办法，这个通常这个章节很常会出现在你们以后要考微积分的时候。假设你想要考研究所的时候，这个章节会很容易出现，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检定你到底懂不懂微积分啊。除了你们会最基本的微分跟积分之外，对不对？这个东西是最常拿来检验的啊。
为什么？你可以问一个那个，你可以问那个很简单的问题啊，比如说一减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重排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不对？从这里就可以检验出来你有没有修过微积本了，对不对？啊，帮你把刚前面那里啊做一个总结，哦，你要检查它是不是 converge 或是 diverge 的时候啊，基本上啊，第一步要先检查什么呢？通常第一步啊，要先检查 AK 有没有趋近于零 ，OK 吗？因为 AK 如果没有趋近于零，你算它干什么？因为 AK 不趋近于零的时候，它代表它的意思啊。哦，哎，等一下，怎么样？漏我三个字啊、哦。通常我们都是检查正的级数的哈。简单，我们检查一个正的级数是不是 converge 或 diverge， 就以这些检查方法。OK， 这些检查方法里面呢，首先第一个你要先检查 AK 有没有趋近于零。举例来说，如果你的 AK 长得像这样 ，k 加一分之 k，OK，、okay, 请问这个西格玛，这个无穷级数的答案呢、啊，一定是怎样？一定是 diverge 的。OK， 所以基本上啊，这个东西就不用再检查下去了。你要用那个什么比值检视法，什么什么检视法，这个答案检视下去都没有用。OK， 因为这个答案一检查，答案一定是那个，因为它后面趋近于一，所以基本上已经发生了。搞不好你下面搞不好踹一踹，搞不好有一项会趋近于零的，这样哦，就可以，这个东西哈，那个东西就不用检查了哈、哦，就是不趋近于零的就不用了，它已经发生。啊，如果趋近于零呢，请做下一步，因为趋近于零的时候，它有可能发散，有可能收敛。OK， 所以接下来你要检查以下这几种方式，哦。四种，第一个，如果这个式子啊，那个函数啊，基本上 AK 一定长得像 F of K 嘛，对不对？哦，这个 F of K 如果好积的，没什么好说的，一定是 integral test。OK， 但是好积的函数也不多了，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哦。大概就是你能够用这个 test 的，大概就是那个 P 级数了 ，K 的 P 次方分之一。啊，再来呢，就是好比的，好比的呢，哦。不是，就是比较好比的哈、哦。通常呢，都是多项式的分式，好啊，多项式的分式就跟 k 的 p 次方去比，就可以比出答案来。啊，有时候不见得是分式啊，都是根式，开根号的根式，好、哦，根式也有可能是跟 k 的 p 次方比。OK， 再来呢，剩下的那种不是用来比的哈、哦，只要看到有阶乘的啦，或是 k 在指数的哈、哦，基本上呢。下面这两个啊都可以交叉着用啊、哦，不见得啦哦，不过这个叉叉比较不常用啊、哦，所以不管有没有阶乘啊，有没有 K 在指数啊，通常大部分用的方式呢 ，ratio test 啊，就是刚刚那个 AK 加一比 AK 那个东西都可以拿来比出答案啊。唯一一个比较少用，但是如果剩下上面都不能用的时候，只能够用它的时候，那你就只能拿它来试试看啊。哦所以基本上呢，这个答案就剩下这几个 test 而已啦，也没什么好复杂的哈、哦。啊，但是有些时候你用那样比的时候啊，会发生一些怪怪的情况啊。举例来说，如果你没有按照上面那个东西慢慢做下来的情况啊，会发生像这样，来 EX。不是说慢慢的，就是刚讲过，不是错。Ratio test 里面，如果那个 r 等于一，是不是就是不知道它收敛还是发散，对不对？哦，那 ratio test r 等于一的例子啊，给个例子给你看。举例来说，写错了。举例来说 ，AK 啊，如果万一刚好等于 k 的平方分之一。OK， 啊，你这个时候你用 ratio test 的时候会变什么 ？k 趋近无限大的 a 的 k 加一除上 ak， 啊，这个时候你会写出来这个答案呢，就变成了 k 加一的平方分之 k 平方，啊，这个答案会等于多少？会等于一，明白吗？啊，你这东西 ratio test 出来等于一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收敛还发散，因为 k 平方分之一你已经知道了嘛，它是收敛的数列嘛，哦，所以这个东西
例如你这个比出来等于一，基本上你要写不知道吗？好，你不能写不知道啊，这代表你用的方法是错的，好不好？如果你用 ratio test， test 出来等于一，代表你要用其他方法，好吗？你要是用其他方法再去检查，不是用这个方法帮你检查不出这个答案到底收敛还是发散。为什么呢？举例来说，你还可以取 ak， 直接让它取 k 分之一。那你一样可以再比一次啊 ，k 趋近无限大，你就直接 ak 加一除上 ak 啊。那、啊、这个答案呢，就会变成，就刚刚上面有平方，只是这里没平方而已。这也等于一啊 ，OK。好，唯一一个小小的 bug 啦，哦，就是你用 ratio test 出来 r 等于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fail 的，因为这个你用积分检视法就会检视出来它收敛，这可以用积分检视法检视出来它不收敛，它发散。所以基本上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 ratio test 测出来等于一，你真的不知道它答案的情况是什么，两种都有可能，好吧？有可能发散，有可能收敛。好，所以基本上如果 test 出来等于一的时候，请用别的方式再检查它一下。OK，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啊。啊，这也看不出来，你要用别的方式啦。哦，方式，哦，就不要再用这个方法啦，因为你的 test 的方法有这么多种，请你用别的方式再 test 它，看看有没有收敛啊，看看是 C or diverge， converge or diverge，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哦，不会很难，就是检查它。就是有这种方法，要么积分嘛，要么比较嘛，要么用 ratio 或是那个 root test。好，讲完了9.3了，接下来呢就要讲9.4了，对不对？那作业不用交吗？你要交也是可以交啦，对不对？来9.4啊，9.4啊，基本上他要开始讨论的是接下来这件事情啊，就是。交错级数，所谓交错级数呢，是一种级数，就是有正有负的级数里面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就是我每过一项之后啊，我的正负号就改变了。OK， 这种东西叫交错级数啊。举例来说，一减一加一减一加一减一，这就是一个交错级数。好啊，这样一直点点点点下去啊。然后还有一减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加五分之一减六分之一加得，这也是一个交错级数。但是上面那个交错级数，目前来对我们来讲呢，它是发散的；下面那个交错级数呢，对我们来讲呢，它是收敛的。但是这个收敛呢，哦，它收敛的方式呢，是条件收敛的方式。啊，再来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的哈，一减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减八分之一加十六分之一减三十二分之一加点，好，最下面这个级数哦，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收敛，它是一个无穷等比嘛，它是一个收敛的级数，而且这个收敛呢是一个绝对收敛的级数，好，所以基本上啊，这也是要介绍啊，它是 converge， 对不对？它是 converge 写后面，啊，这个也是 converge， 对不对？啊，基本上他会跟你说，啊，前面那一个啊是有条件的收敛，后面那一个呢是绝对的收敛 ，OK， 好，那交错级数呢？他课本上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式啊，就是只要你这个比值啊，就是 ak 加一除以 ak 啊，比负一来的大。OK， 就是其实上它是一个递减的，实际上它是告诉你它是递减的、啊。然后再来一个呢，是趋近于零的，后面那一项是趋近于零的，这个基本上是本来就废话，不是废话，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收敛级数的条件，这个一定要有了，不然基本上到最后就不会收敛。只要有这一个再加这一个呢，它就收敛了。OK 吗？好，然后它的原因是这样子的，
这个条件哦，基本上写这样你可能不太容易看了、啊。这个条件呢，就告诉你它是，它只是告诉你它是递减的。好，写这个式子啊，写这个怪怪的式子 ，ak 加一除 ak， 其实像你就是，你如果把它想象成那个比值检视法的时候，就是这个比值的那个公比啊，比负一来的大，也就是你以前想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以前那个等比数列公比从正一到负一之间都会收敛，好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你遇到交错级数的时候啊，只要你后项除前项这个比值啊，好比负一来的大，也就是公比再接在一到负一之间，好，也可以把它看成递减的，好，就是你看拿掉正负号之后啊，绝对值是递减的。OK， 我来写绝对值递减，再好一点，好，这样子好也可以的哈，绝对值 AK 是递减的。哦，举例说，你看那个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如果你只看绝对值的时候，哦，一负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负四分之一，你只看绝对值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递减的函数，啊，这个也是一样，一绝对值的时候看成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它也是一个绝对值递减的函数。这样子的情况呢，这种交错级数呢就会收敛。它的原因呢是这样子的，原因是，如果你是像这样子一直过去的哈，假设首项是正的时候啊，首项是正的时候。A1 这一项啊，因为 S1 就是 A1 呢会比 A2 来的大，这样 OK， 原因是因为 S2 呢就是 A1 加 A2 嘛，啊 A1 加 A2 的时候，因为 A2 是负的啊，所以一定是 S1 大于 S2 啊。再来你再加上 A3 的时候就变成 S3 了，对不对？加上 A3 的时候，因为你加上一个正数，所以 S3 一定跳到这边来， OK。那加上 S3 会不会比 S1 来的大？不可能，因为你这东西是递减的。OK， 所以基本上你越来越，你就会把这整个啊 S1、S2 啊、S3、S4、S5、S6 就会怎样整个包在一起。OK， 看得出来吗？比方说，这东西就是 A1， 啊，这东西等于 A1 加 A2， 啊，因为 A2 是小于0的，所以基本上一定是跑到左边来的。啊，如果我们来看上面这个好了哈，一减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好，啊，它的数列级数会变像这样子哈。S1 是在哪里呢 ？S1 在等于一的位置 ，OK， 然后 S2 在这里 ，S2 啊，它会等于一减二分之一，也就是二分之一。那 S3 好 ，S3 因为三分之一没有比二分之一来的大。所以它即便可以往右跳 ，OK， 它往右边跑，但是它没有办法跑到 S1 的那个位置了，所以它只能跑到这里。这是 S3， 它就等于一减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在数列上的位置的。然后三分之一又四分之一又比三分之一来的小，所以你跳回去的 S4 呢，应该会在这里。那再来呢 ，S5 啊，就在这个位置。OK， 所以它会像这样草状的东西啊包在一起。啊，这个包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的奇数项啊是递减的，偶数项呢 SN 啊哈，它的部分和奇数项是递减，偶数项是递增。而且奇数项呢递减有下界，偶数项递增有上界，所以基本上它们两个奇数项偶数项会不会收敛？会啊，所以假设奇数项偶数项分别收敛在 L 跟 N 吗？啊，假设奇数项分别收敛在不同的地方。啊，这不同的地方呢，你把 L 跟 N 相减啊，你就可以把这两项拿来相减啊，相减之后呢 S2K 减掉 S2K 减1，基本上你减出来的答案就是 A 的 2K 嘛，就是偶数项跟奇数项它比它多一项啊，比它多一项之后，我把两项拿来相减，减出来是 A 的偶数项嘛，啊，这 A 的偶数项是趋近于0的嘛，所以基本上 L 减 N 呢就趋近于0啊，就完了。 OK， L 减 N 就是0，就两项就趋近到同一个数字了。哦，所以基本上呢，这个答案呢，一定都是收敛的 ，OK。所以刚刚前面的 P 级数啊，哦 ，P 级数如果你把上面改成负一的 K 减一次方啊，那么这种级数呢，哦，不管 P 哦，刚上前面那个，如果这里给一的时候 ，P 要大于一才会收敛嘛。但是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交错级数的情况之下。P 只要比零大，就收敛了 ，OK 吗？哦，所以你如果一
哦，除根号一啊，二除一根号一分之一减根号二分之一加根号三分之一减根号四分之一，像这样的级数呢也是会收敛的，但是它只有条件收敛 ，OK 吗？好、哦，那、啊、再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交错级数。这种交错级数呢，基本上它收敛的方式呢有两种，哦，第一种呢是这些交错级数啊，如果你考虑它取绝对值之后加起来收敛的话，哦，那么它就是一个绝对收敛的级数。哦，而一个绝对收敛级数呢，基本上告诉你那个 sigma ak 呢，哦，也是收敛的。哦，啊，举这个例子啊，下面这个例子啊，哦，就是 ak 啊，就是等于二的 k 减一，然后负一的 k 减一，反正就是那个公比是负二分之一的那一个。啊，这个例子呢，它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收敛了啊，这个东西取绝对值之后，因为取绝对值之后就是西格玛二的二分之一的 k 次方嘛，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收敛的级数，哦，所以基本上呢，它是一个绝对收敛的。啊，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条件收敛的，条件收敛的哈，举例来说，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 ak 啊，就是等于负一的 k 减一次方的 k， 哦。也就是上学期曾经教给你们的龙二，哦，龙二呢，如果它等于一减二分，这个一减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加五分之一，等等等，这样一直过去啊 ，OK， 这个答案呢，龙二这个答案呢，如果你把后面这个答案乱排，这个级数你乱排，你就可以排出不同的答案，哦，比如说上学期只排了一个二分之一龙二嘛，你想要排四分之一龙二行不行？可以啊，再按照上面的方式排。啊，那你不太需要知道它怎么排啊，因为这东西只是告诉你，上次你都可以排出二分之一龙二了，四分之一龙二也不难，就是一，然后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然后你多减一个八分之一，然后再来是三分之一、六分之一、十二分之一减十六分之一，反正它按照这个下面这个东西的数那个方式呢，就是按照八 k。然后八 k 减四，然后八 k 减六跟八 k 减，八 k 减多少？跟一个二 k 跟一个二 k 分之一，好放在一起，二 k 减一分之一放在一起，好，所以基本上啊，你要排出任何一个数列啊都可以。课本上还告诉你一个方式，怎么样把那个级数啊收敛到任何一个数字。举例来说，你想让这个数列一减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收敛到二的话行不行？你想想它怎么收敛到二？哦，那就是这样子哈，因为它这里有个重要的条件啊，就是如果你只看它正的数列的时候啊，一三五七这个答案啊一定会等于无限大，然后你只看它负的数列的时候啊，负二分之一、负四分之一、负八分之一、负十分之一，这样一直减下去呢，这个答案呢会到负无限大。好，那我怎么样让这个级数经过重排之后收敛在二？怎么做？就开始慢慢，我从正的地方先取，好，一加三分之一加五分之一，你这样有没有超过了？十五分之八，再加还没有。再加七分之一，再加到某个数字，啊，我让它收敛在好，让它收敛在二，一直加啊，加到它超过二为止。所以我从正的地方啊，那就是这样子啊，吼，我从正的地方开始加到它超过二 ，OK， 那我就停止了，我就不要再取正的部分了 ，OK， 然后再来呢？我就开始啊，把负的地方啊，把它拿进来，好，哎，这样好像不太好，用二做例子不太好，用一做例子好了。好，我们怎么让上面的式子啊收敛在一？好，好，一开始是一，再加三分之一是比一大的，对不对 ？OK， 那我就开始把负的东西凑进来，然后就是一加三分之一减二分之一，这样一减之后有没有比一来的小？
右，好，小一了，小一了之后我就再把正的抓进来，那就是一加三分之一减二分之一加五分之一，十五分之八，十五分之七，这样是又是比一大了，对不对 ？OK， 好啊，比一大了之后呢，我就不要再取正的啦，我就开始取负的啦，然后就一加三分之一减二分之一加五分之一减四分之一，这样有没有比一小？不知道，要再算一下，对不对？好像有比一小啦 ，OK 吗？好，那你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哦，你就慢慢加一个减一个，加一个减一个呢。你只要看到比一大呢，你就不要再动了，就不要再取了。哦，然后这个开始取负的，啊，负的取到比一小呢，我就不要再取了。OK，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它这个数列会渐渐缩到哪里去？缩到一去，因为你到超过一之后就停了嘛，啊，小一之后就停了嘛，所以接下来你就上在一的那个附近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最后答案呢，在经过这样处理之后啊，它就会慢慢的收敛到一去。OK， 所以这个级数基本上你是可以让它收敛到任何一个数字，上次那个只是玩给你看而已，只是说二分之一融合只是纯粹玩给你看而已，不然它可以收敛到任何一个数字的。OK 吗？好啦。那像接下来啊，他就会叫你去检查说，哎，请问，请你帮忙检查一下，这个数列跟刚前面来检查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这里的 AK 里面呢会带一个 X，OK 吗？就是跟你前面要检查的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多带一个 X。为什么要多带那 X 呢？因为他问你说，请问这个 X 是多少的时候啊，它是绝对收敛 ；X 是多少的时候，它条件收敛。X 是多少的时候它不收敛，这样 O 不 OK？ 所以基本上呢、啊，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哦。啊，这件事情呢，是为了等一下第二件事情啊。所以基本上，通常的做法呢，就是最常见的，因为，哦，我也没办法去找另外的东西跟它比啊，我就让它自己跟自己比。好、哦、，AK 加 A 除上 AK，OK、OK。那另外一个呢？他会做一件事情呢，我把它加上绝对值 ，OK， 他加绝对值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的哈。我先看他有没有绝对收敛，哎，请问他在哪里绝对收敛啊 ？OK 吗？好，我先看他什么时候绝对收敛。绝对收敛的情况呢，你就把它拿来算一算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答案啊等于 limit 啦、啊，哎 ，k 趋近无限大、啊，x 减五的，啊，直接拿来算一下好了，算出来应该是这样啊，就是绝对值里面呢有一个 x 减五的次方，然后呢 k2k 呢这里还多了一个2，啊，然后这里会有一个 k 加一分之 k， 啊，你们回去可以算算看，这个答案应该是这一个 ，OK， 就是。把它灌上绝对值之后呢，你所做出来的答案呢，应该是 k 加一分之 k， 然后是2的下面分母有一个 2， 啊分子有一个 s 减5，啊这个答案呢，最后这个答案就变成了2分之 x 减5的绝对值。好，为什么要先考虑绝对值？好、哦，考虑绝对值一个原因是，第一个我灌上绝对值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正的数列。那正的数列我就可以用正的数列检查方法，递增有上界它就收敛，或是用等比数列的递增有上界也可以。好，所以基本上呢，你可以透过这个数列的加绝对值之后，这个答案 ，OK， 还记得吗？刚刚啊，这个答案只要在零到这个答案只要在那个零到一之间啊，这个答案啊，只要大于等于零，对不对？小于一它都收敛嘛，所以基本上呢 ，x 呢。就是在2 5-23，它是绝对收敛的，对不对？OK， 它如果绝对收敛之后啊，不管绝对值收不收敛，它一定也是收敛的。OK， 哦，所以绝对收敛，你可以 imply 它本身就是收敛的数列。
OK，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它在三到七之间啊，它都是绝对是熟练的一个数列。好，再来呢，你就会多一个，它比一大的时候呢，比一大的时候呢，也就是 x 大于七或 x 小于三呢，这个东西啊，它绝对都是发散的。OK 吗？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啊。这个是哪一个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啊，等于一或等于负一，对不对？就它绝对值等于一的两个答案啊，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地方如果等于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出用这个比值检视法看出它是不是一个收敛的级数嘛。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最后你一定要用另外的方式去检查出它的答案来，啊，怎么用另外的方式检查？你就直接把它这个东西带一进去就是了。好，如果它等于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答案是什么 ？x 减五等于一，所以 x 一定要等于七嘛，对不对？也就是 x 等于七的时候嘛 ，x 等于七你带进去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发现 ak 的答案是什么 ？ak 的答案就是等于 k 分之一啊，对不对？那 k 分之一是发散还是收敛？发散了，这样 OK 吗？啊，如果 S 等于3带进去呢，那 AK 的答案呢就会变成 K， 然后是负一的 K 次方，所以啊，这就是一个收敛的数列。哎，这个收敛呢，条件收敛。OK， 好，就是我在这个数列在我现在的目前的排列方式之下，从前面开始加过去的时候，它是收敛的，但是我乱排呢，不见得收敛到同一个数字，这样 OK 吗？哎，接下来你可以自己再检查看看，哦，这个东西啊，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检查，哦，你一样去检查 limit 啊 ，k 趋近无限大的 ak 加一除以 ak， 然后把它定成一个 r， 好，哦，啊，记得加绝对值哦，对不对？那你就发现说这个 r 在一到零的时候，哦，一样，然后 r 大于一的时候一样 ，r 等于一，哦，的时候啊要自行检查，哦，用另外的方式检查，不是用自行检查，你就要用其他方式，哦，你就用其他方式去检查它有没有收敛。所以基本上大致上的做法，啊，都是像这样子的。然后接下来这个东西呢，是为了下面的一堂课，哈，不是下面一堂课，就是它后面的 Power Series 跟后面的 Tyler Series 做准备。OK， 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开始有一个地方啊是庄孝伟过去的，哪个地方庄孝伟过去呢？还记得这个数列吗？对不对？啊，这个答案你怎么做出来的？传说中是东有一减 x 嘛，的泰勒展开式嘛，对不对？啊，这个东一减 x 的泰勒展开式，如果你说它收敛的话啊，你会发现它只在理论上应该只在一到负一之间收敛呢。那为什么我带负一的答案是对的？OK 吗？好，这个东西啊。等礼拜三我们再来讲。好，啊，记得礼拜三我们有一个考试啊，哎，有考试哦，哦，啊，到这边下课。考到没有？没有考到哪里？就前面啊，一到七章的那些，就是上学期的内容。比方说会考你什么微分、什么积分之类的，哪一章比较重？啊，就微分跟积分啊，啊，顶多再考考泰勒多。